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飞。今天呢是农历的2月初2，龙抬头啊，说要剪头发。我们两个人的头发，我和飞妈两个人头发都非常的长，因为有1个多月没有剪了，所以呢，今天想分享一下给老人家剪头发我的方法。不一定非常的完美，但是呢，我是比较实用。已经剪过很多次了吧嘛，所以的话呢，只分几步，然后呢是。请看我下面的短片。妈妈呢是用的这个，像一个斗篷一样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呢，采取，因为头发比较多，所以好长，它基本上是很长了。这个状态啊，这个地方也有一些长的。我也不懂。过会儿呢，我们还要你先剪了，这就是先把这个平剪掉。这是它，因为非常，这是前面有黑白的那个机啊。好，最后的话就再一起修了。好，我现在呢是下一个程序呢，就是把这个上面呢进行一个分区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呢就是用夹子就可以了。这边呢，我喜欢自己分两半啊，一边是这边最上面的一层。这样的话呢，最后呢修的时候比较好修一点，因为上面呢是一个像一个 cover 一样。好，这个呢就是妈妈提议的，就是不一定要牛筋，这样呢把它压住。然后我们下面呢是用的这种牙剪。好，那么需要打薄，这时候呢就需要牙剪。我们从根这边啊往那边哎转过去，对。这个地方呢，一般我喜欢2、3下，然后呢再加两次吧，因为头发是这次有5个星期还是6个星期了，就比较厚，需要这个打薄。这样剪过之后，用梳子呢可以把这个剪断的头发给它梳下来，同时呢我们再。加一次，因为呢，取决于发量的多少。然后可能稍微有点粗，基本上这样。我还在尝试，就是粗的时候啊，跟我们俩差不多。过会呢，就一起把它剪掉了。好，这左半边，我这边的左半边的打薄就完成了，基本上可以算是完成了，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头发。好，这个后面也可以，就是再把这个地方重点的打磨过程。那就现在开始剪这边的造型啊，和外面的形状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是拿我的普通的一个平剪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剪，这样的啊，这个夹子，等一下还要用。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剪。剪也是这样的，很简单。那你不要动，这样，哎，不要动了啊。这个呢就是，哎，把这个用这个很短的地方，再把它剪的短一点，这样很短。同学们，就是把外面这个把它。所以我妈说这翘可以采取有角度的竖剪，这样。那这边呢，就是完全可以再稍微剪短一点，往那边哎对，这样。好，这样吧，这边基本上啊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这个做后面。后面也是一样啊，我去先用
这样的一个夹子，然后呢把它撸一部分，最上面的这部分，最上面的这部分，中间的这部把它搅一下，这个就是这部分需要打包的。这部分需要把它怎么打包呢？可以这样啊，因为刚才做到这边嘛，所以把这个地方剪两下，因为它是牙剪。因为打包可以从底或者中间随便你啊，看这个你对发量的把握。就是虽然剪看不错，但是你打没错，就是中部，因为这边中间我最后第三部分，这个地方我是厚的地方，中部是厚的地方。下面再稍微再做两下，这样的话呢，使得发量的长距效果比较。那么，首先我刚才就拿那个，因为专业的理发师他可能就会一起拿在手上啊，我是喜欢一起弄完了之后一起梳一下，这样的话呢就我感觉还可以了啊，有的人会打得好高。那我觉得差不多，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觉得多的地方，自己特别多的时候，对，根据需要。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把中间的刚才中间外部，这个是刚才中这个梳子就比较整齐一点。我要换一个这个平剪，这个过会呢还要右边的打包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看这边有一个短的，所以我想以这边短稍微修一下，跟这边平一点。这样使得呢看起来好像是，不然呢太短，再长太长了，这个地方刚才就有点不行。这边呢再剪一个多的长的部分，这个拱出来的就是最上面的。好，然后呢这边是还有一点点，我要在右边的，相对来，你就感觉上面这个右边的一个稍微加一下。我们现在呢，把右边的这个稍微打一下包，不然的话这边的发量太厚。里面的这个打包从这儿呢，这边刚才做到这儿，记得大概一个位置，然后呢把它进行打包。有的是这样，从根这边打，特别是夏季。这样的话呢会比较凉爽一点。这个打过了之后呢是显得更加精神嘛，不然的话呢平剪要剪很长时间啊。这个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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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部分打包，现在把它放下来之后呢，就是外面的这个 cover 我就把它，现在就不用，再也不需要用那个刚才的牙剪，现在就是剪外面。好，这边呢看到这样做，把它这个数字再来一点，这个分钱还是很长。就是说这一部分你看发量就很多，那这样的话照理来讲我应该稍微打薄一下啊，稍微打薄一下，但是呢可以不打薄，把里面的打一下就行了，而且不要打太多，因为取决于好看不好看，想要有一个造型。过会呢再用平剪，这个一打过之后你就发量就少一点，这个适合的头发很久没有剪了。我妈这次因为正月里面所以不剪头，今天是二月初二，正月又是龙抬头，正月二月正月正月正月初四了不对，
啊，这个。最后呢，有一些小的修剪，就是这些长的、突出的这些啊，然后一些小的修剪，然后呢，这些最后就会觉得可以的。这些，这刚才我刚觉得这边有点长，已经下提的就是觉得有点厚了，所以这边呢也可以修剪。现在没有太阳，晒的不是那么烈。慢慢修的，要把这个地方重新打薄，或者呢，就是说，再剪一下。